咁啊，今日好高興咧，就同大家講咧，我哋係取得喺疫苗採購方面一個突發性突破性嘅進展啦。咁啊，特區政府已經係同以下兩間嘅疫苗製造商咧係達成咗協議。第一間係科興控股生物技術公司，英文名係 Sinovac， 佢用嘅疫苗嘅技術咧係滅活嘅。佢會供應俾我哋咧係750万劑嚇，咁首批嘅100万劑咧係可望最快喺明年1月，即係下一個月啦嚇，就可以嚟到香港啦。另一個製造商咧係福星醫藥、德國藥廠 BioNTech 同埋輝瑞藥廠，一般叫做 Pfizer 呢只藥啦。佢係用 mRNA 即係核糖核酸嘅技術。咁同樣亦都係供應750万劑俾香港，首批嘅100万劑咧，最快喺明年第一季